蛮顺口的，很好喝哎、欸，我觉得很好喝，比我想象的还顺口。我以为会有很强烈的那种，类似香蕉水的味道，但是没有，没有哎、欸，好喝哎、欸，烫很烫哦，我手快受不了了。日本冲绳炒苦瓜，炒苦瓜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一九一菜，一九一菜，南东北青菜，耶、yeah ，很棒，今天又欢迎到杰森哥。喝酒的时候又到喽！今天有特别交代穿这个花衬衫。对对对，今天是什么样的主题？疫情期间不能出国嘛，但是有一个地方我很想再聚一次哦，所以我们今天来伪出国一下。首先大家看到这是什么东西？苦瓜啦，山苦瓜，对不对？这酒是什么呢？哇！其实看到这边，大家应该就知道是什么。这边有写啦，琉球。炮胜对不对？冲绳嘛，冲绳啊，哦，所以今天要伪出国去冲绳。我们今天要飞冲绳，喝冲绳的酒，吃冲绳的菜。今天要做冲绳炒苦瓜。一定要有苦瓜，这个是板豆腐。喂，豆腐我记得也是冲绳当地很重要的一个食材，对不对？对，他们是用岛豆腐，岛豆腐这边没有。这个是午餐肉，美军在二次大战传到日本去的。琉球本身有一段时间是美国统治，在琉球驾车是左驾，在一九七几年的时候把琉球移交回给日本，在那一天全部改成右驾。就变成右驾。这个午餐肉是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候，因为一般的人买不起肉，所以就发明了这个午餐肉，比较便宜。啊，那这个是鸡蛋，它一片。今天也用冲绳的盐，冲绳炒苦瓜，日文叫 Goya Chambu。泡盛我喝过，山苦瓜，包含山苦瓜便当我都吃过，日本道地的风味我已经吃过。哦，哎，杰森哥今天不能漏气喽，不会漏气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喽，没问题。现在我们要先来处理一些食材，啊，首先呢就是我们的苦瓜，这个头尾把它切掉，然后呢切对半。山苦瓜啦，山苦瓜，然后我们要把这一层白白的这个囊呢，把它去掉，因为这个会苦。这个白色的薄膜，我们尽量把它刮干净，因为你刮越干净越不苦，刮越干净越好，尽量切细一点。太大块的话，会有苦瓜生的味道。它这边有一个很重要步骤，就是你要拿一个袋子。然后把苦瓜放进去，这样可以再减少一些苦味。苦瓜不苦就不叫苦瓜了。我个人比较不能吃苦瓜，盐巴嘛，我把它加进去。好，这个就是先让它到旁边浸掉就好了。待会要把它冲掉，把那个盐巴冲掉。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豆腐，中间先划一刀，它切成一个长条状。午餐肉原本长这样子，我要只用三分之一就够了。好，我需要它大片一点。我们要先煎这个豆腐跟午餐肉，把它们煎到皮的两边都脆脆的。这个确定是日本冲绳炒苦瓜是这样子吗？对啊，其实他们日本冲绳炒苦瓜也不是完全都统一的做法。还在煎嘛？我们这边肉片就先给它下去。哇，煎肉片，我比较喜欢吃大片大片的感觉。这时候加味淋啊，这样大概是20cc 啊，然后20cc 的酱油。好啦，这时候我们呢加入我们的苦瓜，然后这苦瓜不容易炒软，所以就稍微要焖一下，尽量不要把那个豆腐把它弄破，它弄破也没关系啦，因为原本有一些冲绳的
人他们是用豆腐是用捏的下去这样子，哦，直接这样捏碎就下去的，但是看起来不好看的，就是会脏脏的这样子。我们就焖它一下喽，因为要让这个苦瓜变软。那我们现在要准备来开锅了哈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哇哟嘞，有没有？为什么要加味淋呢？因为我加味淋有一些甜味，可以把苦味去除。准备要加蛋液了，蛋液进来了哈，但是不要让它到熟到很夸张哦。一般台湾大部分都是做那个咸蛋加三苦瓜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。那冲绳的不加咸蛋吗？不加咸蛋，冲绳应该咸蛋这东西应该是台湾的中式料理吧，所以风味就不一样。不一样啊。然后我们等它稍微快要凝固的时候，我们再来搅拌的，不然会变得很稠。好啊，准备上桌喽，是吗？准备上桌喽！哇，太精彩了，还在冒烟。我跟你讲，我真的有自信，绝对很好吃。哇，全部下去，很烫哦，很烫哦，我手快受不了了。日本冲绳炒苦瓜，炒苦瓜，高压枪布鲁苦瓜，超漂亮，处理的很漂亮。它是有脆度，酱汁的味道也有进去。有些人会炒到你只有苦瓜味而已，那个酱汁完全没有入味。我又回到冲绳了，对，冲绳的感觉啊，配上我们的冲绳的。泡盛，泡盛，我记得是一个很古远的酒，对不对？对，它是蒸馏酒，蒸馏酒，蒸馏酒，它不是酿造酒，它不是日本的一般清酒，清酒并不一样哦。日本的清酒是使用日本米，可是这使用的是泰国米哦。泰国米为什么？琉球王朝的时候跟泰国王朝那边有很大的交流。冲绳是使用黑曲菌去做它的发酵。你看上面这个蛮漂亮的，金色的包装。OK， 泡盛其实有很多种哦，这算是比较接近进口味的调制过的泡盛酒。加冰块存饮看看。哇，你看它的酒色，透明的，它有比较特别的甜味，它跟清酒并不一样，清酒是米香在前面，蛮顺口的，很好喝哎，我觉得很好喝，比我想象的还顺口，我以为会有很强烈的那种，类似香蕉水的味道，但是没有，没有哎，好喝哎。这些酒其实是有点针对女性去制作调整过的，对不对？虽然口柔顺，柔顺很好入口，很好入口。其实泡盛它也不是只能纯饮，有很多冲绳的人会把它们做成调酒，试试看另外一种喝法哦，加柠檬是吗？加柠檬片啊，然后加气泡水，哇，看完全就不一样的感觉，冰冰凉凉的，好像有点变柠檬汽水，不然喝太重酒精的人的话，也能够去接受泡盛这样的酒。今天一酒一菜，我们去到哪里？仿佛已经在冲绳度过一个美好的下午。我们期待解封，期待解封。如果我们可以去的话，也去那边拍一酒一菜。我们可以去拍琉球的一酒一菜哦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欢迎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一酒一菜，南东北青菜，耶！